这个，哦，好爽哦，十块钱哎。你们这些人，这个屁股太潮了吧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观赏你的屁股。对，我们先来开箱一下，我们明天去要去露营，需要带哪些东西？应该说需要准备哪些东西，因为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到底哪些东西会真的用到。塑料袋啊，为了这次露营买。嗯，今年搞了一种这次，还有气垫床。嗯哼，他说有露营的人说要这样子隔绝那个冷的地板跟热乎乎的身体。热乎乎的身躯，就是打那个充气球。嗯哼，啊，还有这些超赞的，从公司看了一堆这个。这是要做什么的？这个也就是那个气垫床的功用，在气垫床里给你睡啊。你在那边，等一下大家以为我欺负你。这不可以剪掉。我也可以睡那个啊，你睡气垫床啊。把所有的毛毯、被子、可以保暖的都放在所有，因为我们没有准备睡袋。对，那时候有四度。啊，对，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明后天去露营的天气吗？天气就是阴天，可能会下雨，四度到14度吧，就不要冻死。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很临时的约了这个日期，然后还发现很冷。然后。帐篷都买了，所以我还是想要去。小东西吃的话，锅子，铸铁锅，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，这是煎锅，啊，这是汤锅。嗯。然后我们朋友会带卡式炉，还有烤炉。嗯。那我带了个小的，泡茶烧水用，所以这边有一个茶壶。嗯。旁边那个是什么？这个。嗯。这是吊，这个是吊床。哦，吊床。用不到。因为原本想说。可以这样很脏的在那边吊床，结果太冷了。对啊，背着，因为人带烤炉，所以烤用具，那些夹子、锅铲，然后里面有牙签，带一个万用厨房纸，可以做任何事情。竹签，对啊，竹签，不是牙签，大只的牙签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这个、喔，急救包，对，我的优点还没买。嗯，对，就是一些简单的。啊，这给你开，这边都是你的东西。这个就是干洗手跟干洗手。不是，它是洗手乳。这哦，这是洗手乳跟干洗手。对啊。再来，这个是我的急救包。你的急救包，我也有我的急救包啊。我带了很多的常备，因为我们是跟朋友一起去。然后我们要自己煮东西，所以我不确定大家会不会吃了之后会不会闹塞之类的。这个是拉肚子专用，对，这是闹塞的。然后这个是水土不服，上面有些水土不服，水土不服就回家咯。这是我来美国的时候从台湾带的，但你没有吃过是吗？我没有吃过。这两个其实这两个我都没吃过。哦，我来这里吃还没有闹塞过。完全没有，没有，是啊，好像没有哦。那我真的是因为吃辣、欸，你是很常落塞是不是？没有。然后这个是感冒药普拿疼，然后这个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野外，所以带了 OK 绷。嗯，其实我也有 OK 绷。对，然后还有那个急救。然后还有那个曼秀雷敦在另外一边，那只就不那只要带。真的，你要进来吗？进来。他觉得很烦。然后还有这个防蚊液，不知道很冷它会不会有蚊子，不确定。但就是带着，以免被叮到睡不着。然后不知道很冷会不会需要防晒，所以还是带着。这是那个防晒，喷雾的防晒。急救防晒，对 ，OK。哦，还有，我觉得还有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4度到14度嘛，所以就带了暖暖包。这个我可以保暖34个小时。觉得拍出来会不会有露营人笑？啊？拍出来会不会有露营人笑？太一堆。没有，我们可能回来之后，我们再来检讨一下到底哪些东西根本就不用带，然后不知道我们带在干嘛。
还有我的餐具。餐具、喔、就是筷子跟汤匙啊、oh. 因为我觉得很可爱。OK 嗯，还有脚架，小的脚架，然后我们会带大的脚架在那边噔噔。然后这个是我的化妆包跟乳液们保养品。然后这个哦，这个很重要，非常之重要，这也是为了这次要买的哦。对，就是那个大的行动电源。因为这次露营，然后我们要出去两天一夜，然后我们就很怕那地方应该没有电，所以我们就是自己买了一个这个，然后它真的很大。你拍影片了？噔噔，我已经看到线了。没有东西。在下面。噔噔，这个，就是这样拿起来。这个行动电非常大，我也不知道它可以。你说它可以？它可以救车了，就如果你车子电瓶、没电，还可以。挡一些，但手机什么的都可以的，对啊，对啊，我就是看中他这一点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还有什么没讲到吗？哦，对对，我们还会带、我们衣服其实还没弄好，但我们，那也是不能洗澡，不行啊，不能洗澡，我们带毛巾，对，我们会带一条毛巾，就是虽然不能洗，但可以擦身体。那还好，很冷，所以应该不会太臭，不会太臭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期待出发了，今天的天气。今天看到闯红灯，黄灯而已。今天天气是非常的不是太好。没关系，哪有露营的地方离我这么远？这边下雨，没什么意思。对，看一下我们今天带了什么，一整车的给洗。我们从不会放超满。我们现在要那个连夜逃回台湾，然后我们今天一样是往北开，然后开大概3个小时左右，所以其实会更冷。其实那边也是在下雨，现在也是在下雨，然后但是我们到的时候才应该没那么大，或者不太会下雨。不然就是直接整车在门，只能加烤肉。对。因为今天的天气真的不太好，所以我们昨天就是大家讨论了之后就决定，反正就先准备，那如果到那边之后真的太糟的话，雨势太大，我们就撤，是开去，对，开3个小时去，然后再开3个小时回来，然后还是没有、啊、是没有塞车的情况之下来回6小时。给力一点呢、啊！第一次约会这样，啊也是，后来还不是这样，顺顺利利。开始期待雨停，哇，开始祈祷雨停。现在要停的是因为塞车了。高高，先介绍一下大家。Hello， 倩儿。子源，然后想一下大家的名字。世奇，我们现在要来附近吃午餐，然后现在没有位置，所以我们现在在河边散步。你现在会觉得冷吗？会啊。要说一下为什么你今天要穿这样吗？因为你要白天穿这样，晚上到那边才会觉得暖和。那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穿了什么？穿这样，不是还是冷？对，现在14度，我觉得现在应该不止了吧？我觉得现在超冷，起鸡皮疙瘩，然后说不会冷。我们刚刚接到电话，现在可以回去吃饭了。我们现在是用跑的，就不会这么冷。应该有铁，铜应该有。那时候是马车，是不是从我们北站的？一点概念都没有。现在开始
考古，我在飞西体，然后飞西体我是在1831年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来到这个地区，在河边，就我们刚刚去跑步的那个河边，盖了一个小木屋。过了6年之后，1837年，这边就变成了一个飞西体的市镇。我们的餐点到了。继续上路，大概再开1.5个小时的车。我们现在上了这个桥，是就是它其实也是那个船会经过的桥，所以如果有船要经过的时候，这个桥就会打开，对，就会升起来。像那边那个也是，那个也是，这个也是桥，然后就是有船要经过，所以它就升起来。10块钱哎！哇！哎呀，今晚去帐篷打仗。你们这些人。这个没有。没有想要的是吗？哇，这个。哦，好爽哦！这种感觉比较好。嗯。这种。还可以吧。车车太好，晚上就完。我们终于。吃完午餐，然后去沃尔玛买完材料，然后加油站买完木头，终于要去营地了。然后现在是下午4点多，我们去就差不多生火，然后弄午餐搭帐篷。然后我们刚才遇到一个很好心的阿姨，就是我们在加油站的时候买了瘦瘦的木头，然后阿姨就说。就我们那瘦瘦的木头去那边好像也没什么用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又回去换了比较厚一点的木头，希望可以成功。不过是停个红灯，是要多急。好省。到了。好，谢谢倩儿。我们到了，然后后面是别人，有些人已经先进来，然后我们会在面糊的地方。我们订的时候旁边是没有人，但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人加订。但是这个应该是我们的，这个是我们的。谢谢车，好多东西。先谢椅子累了。像要搬家一样，哎、欸，我们也是，好像要逃难。我早上说过同样的话。要看湖吗？湖的话，你会比较懂。看到蛇啊，看到什么？还是跟狗狗到一个新的地方，走一圈。要把没招人带走。什么意思？这么要跟我们热搜？应该把它烧完吧。就把它烧完应该就可以吧。这是什么？自告奋勇的架帐篷组。来试试看架帐篷。搭好了，有地方睡了。赞，热的麦茶可以先。赞，干嘛？你干什么意思？对啊。我说我不要喝茶。哈？我们那时候在讨论到底要带什么，因为我就一直觉得我们带太多东西了，然后他就是想要把整个厨房带过来的那一种，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太多东西，我想到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删掉。对，我其实在跟你讲同样的事情。对啊，觉得带太多了，他就想要把我的茶具删掉。我妥协，我原本要带泡茶，我想说好，不然就带这个，好好吃哦、喔，真的、喔。有那个烟熏味啊，就不用特别买烟熏味。
Jasmine 原本是湖，然后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云雾缭绕的地方。云深不知处，只缘身在此山。我们好像在云里哦，全世界最漂亮的湖之一。之前网络上是这样说，但现在已经看不出来是不是，根本看不出来它是湖了，不知道它晴天会长什么样子。然后等一下我就会消失在那。那水超干净的，哎，真的耶，看得到底耶。超级色，真的超级金色，你说你是没有手机？哈哈，对不起，对，你要，那你刚刚要跟我说啊，我刚刚有跟你说啊，你看，那这三个是给你的、這個，哇，好浪漫哦，谢谢。那你要帮我做成项链吗？好，看看，我穿。今晚的房间长这样。因为我们的气垫床是单人的，所以我们铺了这个泡棉，就是把那个地板隔绝掉，因为地板现在很冰，所以把这个隔起来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不会冷。抠抠抠 ，Hello， 好，自己带音效。圈你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在试躺着睡觉，看暖不暖。现在才六点半，先睡午觉。哇，先睡午觉，补充体力。你们房间看起来很高级，我还带了毛毯，但不知道会不会用上。我们还有枕头，但是有一个枕头忘记带枕头套。你们的已经很专业了。好，拜拜。你把自己锁在里面干嘛？现在有点在下雨了。人体雨架。陆水云哥，再说一次，我刚刚打断你的话。人体雨架，我觉得很烂的，你可以帮我想一个。下雨有点大哎、欸。还好我们火云升起来了，不然现在要升可能升不了。室内餐厅，超棒的，谢谢世奇。这边有洗澡的哦，好好好，这样感觉不会那么可怕。因为刚下雨，把那个椅子都湿了，然后现在他们在烤椅子。我刚想烤屁股，那又不清楚，因为两个烟灰。其实有一点，可是在那边有红点。哦，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拍，会看到烟从他屁股冒出来了，这个烟。直直向上，哇，这个屁股太潮了吧！超温暖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观赏你的屁股。现在要来讲海龟汤的规则，等一下笑惨。出题者会讲这个故事的设定，大家要猜的就是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结局。酒醋北北，酒醋北北，酒醋阿北，试试看我们。酒醋阿北有歌吗？酒醋小姐有歌吗？有歌吗？大家现在在烤棉花糖，然后等一下要做 s'more。试起成功了，我觉得我的可以，你要放靠近它会胀起来，胀起来，我觉得可以，这可以做一个品牌，对，胀起来我觉得。准备好了，同学。看我施展魔法了吗？我会把这个火焰变绿色的。你不要烧自己。有了。有吗？没留存。绿色火焰在那。我有了。
道。看起来是蓝，还是蓝色耶。拿打火油去跟别人换来的绿色粉包。跟木头。胶粉油，胶粉油，胶粉油。香烟换泡面。好笑，现在超暗的，超安静。我们已经把里面被子都铺好了，等一下就可以睡了。明天见，拜拜。